从这开始还有一个学期呀，就要结业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从养护，请大家找出七四二业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研究。那么这养护这一篇。还有以后的那几篇呢？在这个经文上面，古人注解有很多不同的解说，所以我们从这开始啊，要多用一点心思。那么这个，我们这里根据学路老人，给我们讲解的，这个大家研究这个以后啊，再看看别的人注解，古人的注解，那就知道了。我们在这里研究这部《论语》啊。确实是的，没有见过学路老人这样讲的话，我们看古人注解啊，真是不知道采取哪一种讲法好。而且，古人注解大多都是讲究这个事件法，学路老人一讲的话，他就把贯通了。由事件法一直贯通到出事件法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从这个学期开始啊，我是这个建议各位啊，都把握这个原则，就是《论语》每一章都是贯通到出事件法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就看这一章：子曰：“乡愿得之贼也。乡愿，是得之贼呀，贼是害的意思，贼害呀。乡愿的人。”是这个德之灾害者，是道德的灾害者。先看这个乡愿，这本来是园子啊，园子这里读院子，院子呢？古人注解呀，很多。这里可以采取的呀，是赵佶的注解。赵佶注解是什么？注解孟子的。孟子就是讲这个乡愿呢，《孟子的尽心章》里面。也答复万章这个问题，那个就是提到这个乡愿。那么赵佶的注解呢，就是个圆呢，当山字讲，善恶的山字讲。郑康成的注解，这个"园子"也解释为"山子”，但是郑康成在"园子"下面呢加一个"心"字，就是"园"下面加个"心"字，就是"院子"。我们老师呢，
就是下面的院子啊，根据赵启的注解、郑康琛的注解，把这个园子解释为扇子。那么这样注解，那就是说，乡愿呢，这一乡的人都认为这个人呢是个善人。下面呢，孔夫子讲的，你下面这一句，德之在也。这种乡愿呢，孔子看呢，是这个德之灾害的，他是有害于道德的人。那么经文的这个经义是这样解释。那为什么异乡的人呢，都认为他是个善人？在孔夫子看法不如此，他是一个是有害于道德的人。这个过去学宫就是讲过了，举例子，比如说，这种乡愿的人呢，他没有一个道德的一个这个准则的，怎么说呢？假使说他听见人呐，说岳飞宋朝的岳飞，这是比喻啊。那小明那是在古时候啊，岳飞是宋朝人呢。我们老师就用这个故事啊，后代的人呢举出来做比喻的话，假使这个乡愿的人呐，听到人称赞岳飞是好人，他说：“哎，好，这是好人。”那么，然后又听人说，秦桧是个好人，他看，哎，不错，这是好人。想想看，岳飞好人是不错啊，岳飞这个好人就被秦桧害死的了。这两个是，一个是代表善的，一个是代表恶的呀。他听人家说这个人好，他也说好；那个说的好，也说好。他的没有一个准则了嘛？谁是善，谁是恶，善恶不分了。这种人呢，就在乡愿。这种乡愿的人，他就是啊。这个扰乱人家的这个一般人的是非善恶的观念的，所以孔子就是啊，他就是这个德之在也。那孔夫子讲这句话，就是叫人家明了啊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善恶不能混淆的。善恶一混淆的话，那社会就乱了。
例如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大家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没有了，没有善恶的观念了，标准也没有了。那么他这种人，就是同流合污的人。 这种同流合污的人呢，破坏道德，就是害有害于道德。孔子讲这一句话，德之哉也，包含的意思很广。拿现在来讲。 就这个宗教来讲，啊，这个宗教他也信，那个宗教他也信，这个道场他也去，那个道场他也去，目的干什么呢？到处啊是攀援，他真正信仰没有的。 这就把一种把宗教道场混淆了，让人家说哦，你这个宗教是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这个它含义很多啊，所以这句话我们记得。 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，我们要辨别，辨别清楚啊，善恶是非要清楚啊。他那些同流合污的人，目的在哪里啊？目的是为了来求得自己的名利而已。 我们学道的人，就不能够啊，做，不能够这个，同意那种啊相愿的人，这才是，是非善恶分得清楚，每一段时间都有是非善恶的。 分清楚这个才能谈得上学道啊！这一章讲过去了，现在看到743页，子曰：“道听而徒说，德之起也。”这一章说呢也很麻烦。 先把我们老师所讲的先说出来，然后再看看古人的注解，一对照就知道了。古人注解错误的，错在哪里呢？ 学了老人在讲的时候，先把古人注解错处说出来，然后再将老师他自己的解释。现在呢，我们节省时间，先把老师讲的正确的道理讲出来，然后再看看古人注解错在哪里。 这个重要的老师就讲了，一个道字，一个土字。古人注解就是把道与土啊
解释是一回事间，道是道路，途呢也是道路。我们老师不是这个讲法，他说，这个文字啊，先要辨明，道不能解释为土。 途是路途啊，是不错的，但是在这里"道"这个字啊，不能解释为路。如果解释为路，为什么在这里分成两个字呢？固然这个"道"字，通常也是做道路讲，但是在经文里面呢。 看他用在什么场合，他有不同的解释。在这里，这个"道"啊，就是上人所讲的，孔子说"至于道"的"道"啊，学道啊，至于道。 至于道的"道"字，就代表理性。上人讲"至于道"，就指的呀，人人本有的本性啊。即使志向在这个道上面呢，那就是心性在道上面。 道啊，不可有一时一刻，任何地方都要离开道，不能离开的。所以《中庸》里面讲：“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也。”道啊，不可虚于理也啊。 按照佛家天台宗讲的圆教来讲，圆教菩萨，他看世间呢，有情众生，无情的气世间，无处不是自己的本性。 其实，众生以及气世间，都是本性啊表现出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中庸所讲的"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也"。明了道理的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。 什么地方离不开自己本性，离不开这个道。只有凡夫众生，他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认识。首先是不认识自己，有这个真如本性。 讲到外面的山河大地，他更不了解了，因此他是离呀，离开这个道啊，他不知道哪是道，不知道啊。圣人教我们这个道啊，明了这个无处不是道，无时不是道啊，就叫我们。 我们普通人心性在道，起了念头啊，就要认识这个道，认识这个本性。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要自己能够悟啊，悟了之后，功夫就在。 你所悟这个道理。
心就放在这个理上面呢。这就是这里讲的道，听而图说。如果说是我们学研究《论语》，知道这个道啊，那么这个需要修的。但是呢，闻到这个道是无时无处而不在呀，听到这个道理了，听到这个道理，重要的就是自己，心就要放在这个道上面的，心放在道上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要研究啊，第一层要悟，悟了之后，心就不能离开这个道。这不是，并不是听了之后就明白了，没那么容易的。所以，假使说这个道啊，听了之后，自己也不研究，悟都还没有悟呢。修行的功夫更没有，这个时候啊，一天之后就在路上跟人家说，这个是德之气也啊。什么是德呢？那个真正有道德的人，其实都不取的。有道德的人呐。他是真正来修道的人呢，他不说不会，所以德之气也是有德的人呢所不采取的，采取什么呢？听而图说，他不敢这么做。真正有道德的人，他是要诚诚恳恳的来学道。来修行，听了这个道之后啊，这个道是有这么大的，这个功用，是叫我们明了自己本性，要开发我们自己本性，要悟，要修行，那里他就不敢。一天之后，自己还没有悟，也没有修行的话，他就在路上跟人家说，这些他不敢的，不敢这么做的，就得之其也。其实都不敢这么做啊，他一定要好好的研究啊。再呢，一个意思，就是前面讲这个自己。修的这个意思，再讲呢，拿教人来讲，教人呢，前面那个上人也讲，闻故而知先呐。闻故什么呢？闻到这个道，这个道是经书里面所记载的，经书里面记载这个道啊，是知道了，知道之后啊，还要你去教人的时候啊，你还要。温习温习呀，故事你原来已经学了，学了之后你去教人家，为什么还要再研究，再要来预备呢？然后再跟人家讲呢？
闻故而知新，就把经文呢，虽然原来已经明了了，也有相当修行的功夫了，但是教人还要闻，为的就是经文的所含的意思啊，广泛的很。我们普通人，你读《论语》也好，读这个《五经》也好，不是说，看见古人一个注解呀、一看把注解也看明白了，还是多看几家的注解，也经过自己选择，好像明了啊，早得很呢，还没有明了呢。圣人所讲的话，包含的非常广泛，我们了解只了解一部分而已。再去叫人你读温习温习，新的意思又出现了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前面讲到那听而吐舌固然是不好啊，就后面的意思来讲，你不能够闻故而就是去叫人家了，这也害人的。为什么呢？经文里面的意思很多啊，它是因材施教，我们世界上任何人，每个人的过去的好的习气、坏的习气都是很多很多的。这些善恶的习气呀、人人不同。如果说我们就是，就我们所知道一种，去拿一种的这个方法来教人家，那就不能够因材施教，效果啊，谈不上。所以就教人家来讲呢，要好好温习温习啊，温习之后，知道这个经文里面呢含的意思那么多啊，针对听的人，他的什么根据，一谈话就知道了，就用哪一种方法来教他，所以这也很重要。不如此啊，那就害人了。那么这是老师的这个讲法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一般注解呢，道听而吐舌，在道路上听到人家讲这个。讲这个学术，讲这个道理之后，然后又在这个路上听，道路上听到，又在道路上讲给人家听，他把这个道与途啊两个字不分，两个字不分的时候，你我们研究研究看，道路上听到了，又在道路上告诉人家，这两个都是道路上的，你道路上听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道路所听的，道路所传给人家，你听的内容是什么了？你这一看不就是那个注解？我们学那样的注解，我学什么东西啊？
一无所得嘛，他连听的内容都没有讲清楚嘛，所以把一个道的一个徒子，解释是一回事，都是道路。所以第一代像老师这样讲，道就指的这个，道理就是本性。这个本性听了之后啊，不能够就是自己还没有悟，也没有修持啊，就跟人家听，这是不能采取这种方法。那这个是。我们就用得上了，用的什么呢？圣人的道理，我们一天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就会了。我们要经过研究，能够悟，然后再修行，这还是在自修这方面。你教人家说拉要因机说教。因材施教，那更要温故而知新了。所以这两句话包含自修与教化他人。必得像我们老师把这个道啊分清楚，他跟这个土不能够都解释为道路啊。所以这张经书，我们不跟老师学的话，你把古人的注解看得再多，自己也得不得受用，也谈不上修道。现在翻到744页。子曰：“彼衣服可与世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孔子讲这一章，先说彼衣服啊。可与世君也与哉？这一章也不大容易讲，为的是古人注解呀，在文字上也没有加以慎重的来辨别。一般注解比附啊，这个比附是卑鄙的人呢，没有知识，没有学问，也没有道德，这个就比附了。可与世君也与哉？一般讲法，可以与他一同了来世君吗？这个讲法，但是在古人。也发现了这讲法不好，所以这个在清朝王允之他的这个《经传诗词》这一本书里面，这是他著作的，
他认为呀，可语的语字不当联系之用，语字当以字讲，可语的可以。他这个讲法呢，有根据的。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《七别四书五言》里面就讲，他举了个颜师古，《黄牛正书》里面呢，引用孔夫子讲的，必复可以示君也与哉。颜师古在他的著作里面呢，这个。 引用孔子这一句话，在他引用孔子这句话，他不是可语，而是可以。还有《昭明文选》，李善呢注解《昭明文选》。 昭明文学的《东晋赋》里面引用《论语》，也说“必复不可以示君”，这都是把可语作为可以讲。那我们老师呢，认为王引之。 这个讲法，而且他也举出古人的引用这句话，都是用，不是用口语，而是用可以的，这样注解好。那就说，这个没有学问、没有知识、也没有道德的人呢，这个比夫啊，可以是君吗？ 言语在后边是，就是活动的语气。意思说，这种比喻是不可以弑君的。弑君在古时候讲，办政治就是弑君的，帮助国君来治来办政治啊。在现代来讲。 就是从事政治嘛，古时叫弑君，现在就是办政治嘛。为什么庇护不可以弑君呢？也就是说，这种庇护，拿现在来讲，庇护啊，不能够办政治。那为什么呢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啊。 其指的那个庇护，未得之也，未得了，这个得的是什么呢？得到政治的位置了，在古时讲他没有的。 没有到国君那个朝廷里面做官的，就未得。在现在来讲，他还没有得到政治上的这个地位的，患得之啊，患得之就是忧患者不能得了，忧患得不到啊，叫患得之啊。 既得之呢，得到了，患失之，有患者既得的权利啊，又失掉了，这就把庇护弑君的他的动机呀、啊，分析得很清楚啊。
我们千万不要学，但是就心里之下来看看，我们自己多看看呢，看看人家。